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蔡明健。今天指数下跌了199点，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原因哦。川普现在对中美贸易战突然间发现他不开心了，其实今天还蛮有趣的。今天一早，其实我们台北股市跌100多点，对不对？那个陆股其实一开始没有跌很多，一开始跌大概3%-4%，那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中国大陆他们那个搜寻网站我们搜寻网站是 Google， 对不对？大陆的搜寻网站什么是百度嘛？他们那个百度是封，之前是一早是封锁消息喽，好，你都找不到任何的川普说要那个苛征那个税的那个新闻哦，直到11点哦，到11点中国大陆百度你才能够 Google 到一个小小的一个新闻，好，就是川普在推特上面写的那个，结果呢，到收盘，中国大陆的 A 股重挫，对不对？那个上海跌了5.5%，那个深圳的话跌7%，那我们跌比较少，因为我们一开始大家都知道，现在贸易战可能短时间谈不拢，可是现在大家又有一个寄望，就是说，不对啊，这个川普是不是，川普是不是要借着这样子一个方式来逼中国大陆妥协？大家都在想这个问题，因为川普做的事情大家都猜不到。那如果要以我来猜，我认为，你去看川普他什么时候选总统？2020年11月，请问现在什么时候？现在2019年5月，川普是2020年11月哦。那我们台湾是比较早，我们是2020年年初就选总统，对不对？那川普是比较晚嘛？那你现在美国涨那么多，他可能要降温一下。那如果真的降温的话，那这一下可就刺激喽。哦，这一次可就刺激了。我特别给大家写，避开散户先赢一半，对不对？当然不会获得大部分投资朋友的认同，特别是在上个礼拜五，哇，又大涨。你知道上个礼拜五，我知道大家买股票啊，因为上个礼拜五大涨创新高啊。技术分析教咱们的，对不对？只要大涨创新高就是买点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今天重挫200多点。来，上个礼拜五你做什么动作？上个礼拜五我们每一个会员啊，有空一只股票的，有人空两只股票的。老师，拜个大涨你半空。没有，我大涨就给它空下去，要不然呢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上个礼拜一整个礼拜没有任何一个会员买过股票，我们上个礼拜没有任何一个会员买过股票，我都请他们卖股票，真的啦，老师，这里都有下影线呢，有下影线要买，有下影线要买，有下影线要买，对，你看啦，创新高了，你看所有新闻都告诉你什么资金行情啊，怎么样，今天怎么样？我跟你说，你去想一下，大家都讲川普的事，对不对？那你知道川普是什么人吗？他是商人嘛，他是可以影响股市震荡，而且他是总司令啊，对不对？他说那个贸易战要签了就大涨，可能不签了大跌，可能要签了大涨，可能不签了大跌，对不对？那以他的角度来讲，以川普的角度来讲。啊，现在美国股市涨那么多了，如果那个合约签好了，贸易战签好了，好啊，到明年11月哦，2020年11月，川普才选总统啊，那中间他要干什么？他在找新的东西再来搞中国大陆啊，与其要找新的来搞你，还不如现在就跟你说那个，所以我跟你说，这次的下跌你不要太天真哦，今天是有量下跌哦，很多人会告诉你有量下跌，大家就一接。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看一下最近涨的股票，这叫郁金光，是不是所有的黑 K 棒你买进全部套牢？这是强势股哦，这么强的股票，你不买哦，你不买哦，它一直涨。好，你不买它一直涨，对不对？好，安尼啦，无我参参甲买了吼，反正吼，伊安尼吼，伊大家拢去嘛。我啦有，它每天都涨啊，我只要有买就赚钱啦。那我当然要买啊，对不对？什么时候建立你这样子的信心？在它涨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开始建立你这样子的想法，
它涨这么多啊，我以前都没有买，那不对啊，反正买了都会赚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你有没有看过人家那个赌博啊？不是，像之前还有人那么转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对压啊，那个压都赚钱，压都赚钱，你看到你，我心慌慌，手痒痒，我就压下去，对不对？啊，就被吃走，一样道理，这里都没买，对不对？好，一买就中枪，对不对？你说老师，那我跟人家说，真的啊，你自己看啊，这叫郁金光，这真的是散户的宿命，不买就一直涨。你看哦，这中古段是不是绿色的？绿色柱状图是不是从这边15000多人的中古段数是不是一直降？一直降，降到10000人哦，降到10000人哦，好，降到10000人，哎，都喷出去啦。哎，啊，我不买，它一直涨啊，那我来买看，等到压回来买，好，压回来买。礼拜五大涨啊，哇，涨停啊，都在大涨，买进去全套，哎，全部中奖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家卖给你了，真的啦。那你要怎么看？我跟大家讲嘛，可以追踪特殊筹码跟总股东人数的操盘工具嘛，对不对？你按进去郁金光是不是长这样？这一段是不是请你做多？这一段是不是请你做多？没错吧？还是481块请你卖啊？请问上个礼拜有大涨有没有特殊筹码有没有买？没有啊，没买啊。所以你481块卖掉，来，我简单讲一天就好了，讲一天就好了哈。如果你上个礼拜五哦，好432块钱，不要说你买420好了，买420你收盘收432，你还赚12块。今天撩你涨，你涨吼，这只是一天哦。那到礼拜五这里，你去看所有的新闻，每一个新闻都告诉你什么资金行情，什么行情，什么行情，赶快买，赶快拼。我跟大家讲一个事情，我策划这样跟大家写，我们上个礼拜一整个礼拜没有带任何一个会员买进任何一单股票，不会有人这样跟你讲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多买多机会啊，对不对？你没听过那个去买那个乐透要包牌吗？还要包牌机会较多啊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那个老师不买股票的，他分组买啊，对不对？他好几组会员，每组会员都买，不好意思哦，我们上个礼拜五哦，会员是放空的，好，有人空一只，有人空两只啊。那我空哪一只？你自己，你觉得会跌到哪里？我不知道啦，真的。啊，如果你真的要买，你真的要买，你也等跌下来买嘛，你总不可能买在这里吧？啊，跌下来说你要买吧？我们这个上个礼拜都没买，都没买哦。对不对？而且我们只站在卖方哦，接下来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下来可不可以买？来，最近有最新的新闻是什么？传财务重臣哦，鸿海钱妈妈有可能要接掌鸿海的董事长。啊，今天鸿海重挫哦，这就有趣喽。我就把重挫说在这里，来，我跟大家讲哦，同样做股票，有人赚有人赔啊。我们什么时候跟好友分享了？1月吧，对不对？我跟大家分享那个大股东12月份加嘛，对不对？我跟大家讲郭董买进在这里，啊，还要涨到这里，好，哎，自己想哦，然后这里，啊，不涨没有人叫你买，对不对？一旦大涨之后，每个人都叫你买鸿海，买鸿海，喷了好，结果鸿海就掉下来，好，掉下来你又不敢买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现在中美贸易战又开始了，鸿海可能会受害，对，好。那我告诉大家有个事情，那先前说鸿海董事长有传过很多很多人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是最新这个消息是新的，如果是钱妈妈哦，你这新闻自己去看哦，45年协助郭台铭郭董打天下哦，他是所有的钱都他经手哦，那如果是钱妈妈当董事长的话，那鸿海集团里面有一档股票，哦，他在鸿海集团里面做的产业，跟鸿海集团里面他的人事，还有整个未来之前大股东的成本，这三个加起来都是很划算的情况，而且他上一次在这个地方飙5.8倍，从27块多涨到160，现在又回到这里，对不对？二十几块，二十几起到百了，
做个来讲，但是你去想个事情，海美出来才有机会，对不对？过去传过很多很多鸿海董事长的那个，你去看报纸都有，谁有可能是鸿海董事长？从来没有说过是他哦，之前说的都没有他哦，这次最新的可能是他，我们不知道哦。等到鸿海他到时候公布，那如果公布的话，有没有钱妈妈的相关的受惠股？什么叫赢家？赢家只要比别人快一点点，好，快一点就你的、啊，对不对？你股价你买的比较低啊，你就赢钱了嘛，对不对？我跟他说真的啦，真的，你看这一金光，你看这总股东人数，是不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是不是一直跌？一个柱状图是一个一周嘛，对不对？那最近两个礼拜。中股弄数增加，偷偷往卖嘛。那你看，在两个礼拜，你算一下吧。到这个地方，人家还在买，就是叫把它买上去嘛。买上去之后，他发现不对，他要卖，对不对？又叫你481块钱你卖，对不？真的啦，真的，其实481块卖出，我跟你讲，这股票很多啊。你看，这叫讯息。偷筹码是不是沿路红？是沿路涨，沿路涨。啊，请你134块钱，请你卖出，是不是掉下来？那你一定就不解啊，6451啊，对不对？来，我跟你说啦，所有的技术分析，所有的均线啊，全部画给你看，所有均线都出来了，你这里要买还卖？我问你哦，大家说什么5日线、10日线哦？好，那我问你，啊，这里没有线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里要买还是卖？啊，这里均线纠集，请问这里要买还是卖？哎，老师，这里没有线呢，要买还是卖？散户看的叫均线，对不对？那决定股价上涨跟下跌跟均线没有关系。我们讲句坦白，真的没关系啊，跟均线啥关系？你拿钱继续买，它就涨了；你把它卖掉，它就跌了嘛。啊，你卖一堆它就跌了，你买一堆它就涨啊。那我请问你，这里没有任何半条均线，没有半条均线，它告诉你，特殊筹码在这里买，在这里卖。79块钱买进，134块钱卖出，今天109 ，bingo！ 你不用承受下跌的损失，对不对？你不用担心人家告诉你说川普这件事情只是刚刚好，啊！可是你要去想啊，川普如果他现在让指数一直涨，那明年2020年的11月才要选总统，哎。啊，万一涨太多掉下去，那他还选不？他还选？他怎么选？你要站在别人的立场，不要想他自己的立场嘛，对不对？现在稳吗？特殊筹码是不是一直买？是不是218块钱你卖？对不对？来，大家都是这样。我问你，这均线怎么看？所有均线都出来，你怎么看？哦，老师，我讲事后话，他在这里回撤什么线索上去？我听你在讲。你家，我问你啦，这回撤，这回撤啊，啊，上面线，啊，你家上面线，什么线都没有了、啊。大家都是挑对了出来讲，但是我跟大家讲不是，你要分清楚，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跟地上飘下来的毒物，这是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的。请问上个礼拜指数是重挫吗？不是哦，我不是因为它下跌，我告诉你说有地上飘下来的毒物、哦，不是哦。请问上个礼拜五指数是大涨，是创新高哦。再看一次，上个礼拜五指数大涨创新高，没有任何均线，没有任何反压，全部已经越过所有均线了、哦。上个礼拜五在这里哦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却一整个礼拜没有带任何一个会员买进任何一档股票，而且我们的会员是站在卖方，上个礼拜五是放空。你会说我运气好？我跟你讲，有些事情不是运气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它会是礼物？礼物是包装出来的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是毒呢，要包装成礼物你才会买，你才会拿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人家送你一个东西，就是你假设那个东西是有毒的，那怎么办？我想办法给他包装得很精美啊，再给他打个广告，对不对？那个有毒的包装得更好啊，啊，不然呢？不然你怎么会买？所以要分清楚啊，什么是什么，对不对？我跟他讲，这股票中股东这么多，你真的认为会大涨吗？大家都上车，你真的认为会涨吗？好好好，就算它会涨啊，为什么特殊筹码一直在卖？不合理啊！
对不对？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啊，凭什么他自己卖了啊，给了你啊？不是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，两个人都要有啊，凭什么？对不对？这一支利多不断，散户大增，哦，现在中国中文来到这里啊，对不对？上个礼拜五还涨停板哦，今天几乎收在今天最低点了，没错，哎，没什么跌哦，哦，没什么跌，小跌而已哦，哦，这比较恐怖，对不对？哦，就是，就是要让你去买，买完之后你就中枪了，对不对？真的啦，你自己去看，你不买它就是涨，啊，你一买它就掉下来，对不对？励志也是一样，你不买它就一直涨，对不对？你不买一直涨哦，你一买哦中枪，对不对？3483，不过不会有人这样跟你说啦，哦，每个人都报喜不报忧，对不对？哦，每天都买股票，啊，反正拿对了奖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买到这怎么办？啊，我只跟他说，来，我是不是跟他讲，这四月份的隐形冠军，泰硕核心，你买哪一只会受伤，三只都会赚钱，对不对？那现在行情有大变化，行情有大变化，你要想清楚你要怎么做。哦，你真的要想清楚，好，未来如果行情又出乎大家的想法的时候，你觉得站在哪一边你会赢？真的，我跟大家说，掌握特殊筹码，克服人性的弱点，你排除掉散户多的那一边，你至少就已经先赢一半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下阶段再回来。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，挥别赔钱的二手讯息，操作不再盲目，赚钱不断重复。轮源投顾蔡老师让您轻松累积财富，让您所看到的绩效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。轮源投顾致富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今天台股重挫，那最主要原因是川普他做了一件大家都没想到的事情。好，不过你要想啊，川普是商人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大家都做多，他赚不到钱了，对不对？他要出乎你意料，他才能赚到钱嘛。哦，应该这么说了啊。我很多管道我们不知道，那所以说你现在要去想一件事情。好，想一件事情，人多的地方真的不是安全的。哦，上个礼拜我们都没买股票，看起来我们很傻，对不对？老师，你怎么这么笨啊？你没看到是下影线吗？哦，你没看到下影线吗？你看到指数在涨吗？我跟你讲，都涨金融股啊，对不对？上个礼拜请你放空嘛，对不对？真的啊，我们上个礼拜没有带任何会员买金融和涨股票，一个礼拜五个交易都没买哦。哦，啊，今天掉下来，啊，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，如果你要买股票，你要买什么？你要买这个啊，真的啊，你要买这个啦，钱妈妈最新的哦。过去很多人在猜，哦，鸿海董事长可能会是谁？哦，有很多种可能性，对不对？你去看报纸，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都有可能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现在说，有可能是钱妈妈。哦，现在比较明朗了，但是也不确定。好，那万一真的是钱妈妈呢？万一真的是钱妈妈呢？有没有钱妈妈的哦相关的股票？有没有产业加人事加成本，跟着鸿海集团里面有密切相关的？密切相关的，而且上次一次股价飙一，股价不是飙1.5倍哦，不是飙1.8倍，股价是翻5.8倍哦，翻5.8倍，在这个地方股价比净值低，比大股东成本低，还有人事上面的，人事上面的，这我到时候再跟大家讲，对不对？先讲哦，不是死多头哦，不是说今天跌200点，告诉你赶快买进，不是哦，我告诉你的是什么？你要买的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，真的啦，真的该卖我会请你卖。我们上个礼拜五大涨，我们放空啊，真的啊，我们还空同志啊，本来就空了啦，又空了。好消息是总股东的数又增加了哦，上个礼拜3552总股东的数它又增加了哦，蹦蹦蹦蹦蹦，
又增加六十个，不多，哦，又增加六十个，18,327人又增加了。你有看过这么好看吗？股票来这好，啊，你家己赚就好啊。啊，不你要创啊？你有没有看过郁金光？那好，爱这家己赚，到高点再丢给你，是要赚最多，是不是？我先这一段，哦，你不买就一直给你拉，拉到最高你受不了了，你发现有买有赚的时候，我再丢给你，这样是不是大赚？来，请问这红色有没有大赚？有吗？吼，红色大赚。然后请问你，那红色他为什么不买？为什么散户在买？老师，这股王呢？这过去500块呢？对啊，一通过去1200块啊，现在三块吧，三四五啊，哦，2.6块啊，拍谁拍谁？过去1200，现在2.6块，这股王哦，2.6块哦。老师，同志比一通好，同志跟一通差不多啦。赔的钱差不多了，赔三块半了，3452差不多了，三块四差不多了，赶快撩三块贵，这两块了，这股价两块，好，3552，这撩三块贵，股价70几。我不是见涨就涨，见跌就说跌，我在 K 线看起来最漂亮，每个人都告诉我，问我可不可以买同志的时候，我告诉你赶快买。我来回顾一下先前同志的不行。那很多人就问我老师啊，这个3552啊，我，哦，这 K 线不错呢，哦啊，那个你们以前做的很漂亮，对不对？那现在要不要买回来？对不对？哇，看起来我500多到这里，看起来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很多人问我这样。那我们套同样的逻辑，你自己决定了哦。最近真的很多人打电话问我那个同志啊，那你问我同志，你自己看，同志是这样怎样？这总股东人数是一直增加，哎，总股东人数一直增加，为什么？因为技术线型很漂亮。好，那我请假设有两种情况，真的上去了，好，真的上去了，你得跟这一些人一起平分啦，啊。你最多只是平分而已嘛，对不对？你看了，啊，这同志，你俩可以顶多大家一起平分啦，啊。可是问题这是上去筹码很重哦，这上去筹码很重，大家都等着要上车哦。你看技术分析就知道嘛，因为你看技术分析这么漂亮的技术线型，漂亮到教科书画出来的，这比教科书画出来的还要标准，这是不是突破压回颈线这地方买点？所以呢，大家都上车了。那你要问我，我是不可能买的，因为我不要跟人家平分嘛，这最多平分你不可能赌哪，你怎么可能赌哪？大家都在车上哎，同志，我跟大家讲过了，以后我们再来看多少钱。对不对？老师跌一点点了，我问你以后多少钱？不是现在多少钱嘛？对不对？我跟他讲，到底是掉下来的礼物还是毒物啊？对不对？这中国的人数大增，我就讲一件事情啊，啊，哪家好我给你买就好，我只要分你买，啊，无嘛，大家做伙买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都丢给我是什么意思？真的 啊，不然你去看人家丢给你什么意思？你看一下人家丢给你什么意思？你看人家丢给你什么事？你去看总股东最高的那一天在哪里，你自己去看了，你自己去看了。这我之前跟大家讲过，总股东最高的那一天在哪里，这64.3贵，想清楚哦。真的，现在可能又要大混战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因为川普没有人猜得中，好。但是你要掌握特殊筹码，克服人性弱点，哦，有些是陷阱，好，陷阱。发现是毒物，给扛了去，礼物接下去，对不对？礼物才能买啊，对不对？这不会有人跟你讲的，啊。哎，上个礼拜指数大涨，每个人都叫你买，我们空，对不对？啊，今天呢，今天掉下来了，啊，什么股票可以买？什么股票放空？这才是重点嘛！来，有兴趣的欢迎加我们好友，也祝大家明天操作顺利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